那我们前面有说到这个僧朗，他是辽东高句丽人，所以要称为高丽朗。那高丽最早佛教传入呢，是由这个坛史，坛史。那么坛史呢，他有参与这个鸠摩罗什的翻译啊，所以他可能在这个鸠摩罗什原籍之后啊，他把这个可能然、啊、后可能把这个高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法华经有把它带到这个高句丽，高句丽，所以就会在这个吉林啊的这个考古里面的高级寺庙里面的遗存啊，就挖掘出这个双佛并坐这样的佛像，这样的一个佛像。那么后来姚兴死了之后，这个后秦政权啊就内乱动乱，所以这个刘裕啊，刘裕就北伐占领长安，占领长安。但是后来这个桓玄呢篡位，这个东晋末年桓玄篡位，又这个东晋也战乱，所以这个刘裕啊就赶快南下到回来长这个南京，那么就留他的儿子刘义真这个留守镇守这个长安。但是刘义真呢他年轻，所以刘裕啊不放心，就把这个刘义真呢嘱托给这个僧导，就我们第一节课有讲到，就把鸠摩罗什的诚实论啊传到南方的这个寿春，安徽寿春的这个僧导。那么这个僧导受了这个刘裕的嘱托啊，就因为刘义真年轻啊，他把也是镇守不住，就刘义真的这个军队也是有内讧，就导致呢这个赫连勃勃这个趁机呢攻入长安。那这个刘义真啊当然就抵挡不住啊，就逃啊，那么赫连勃勃就追啊。那这叫到帮路的时候呢，这个僧导就率领这个僧团啊百余人啊就挡在半路啊，跟这个赫连勃勃说呢，说这个刘义真这个小孩啊，我已经受他父亲刘裕的嘱托啊，要保护他，我得要安全的把他交给他的父亲啊刘裕啊，所以你们不用追了，你们绝对抓不到他的。那么赫连勃勃呢就被这个僧导的这个气势啊所镇压，他也就没有追了。就义真呢就是因为这样呢躲过一劫。那当然刘裕啊对这个僧导啊他就很感激。所以等到这个刘裕取代的东晋啊建立了柳宋王朝之后啊，建立了南朝第一个王朝柳宋的时候啊，他就呢把这个僧导迎回南方啊，迎回南方，并且呢在这个寿春呢建这个东山寺，也就是导公寺，让这个僧导啊在这个寿春啊大弘诚实论，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当赫连勃勃攻占长安的时候啊，可能这个坛史回来啊，他来不及躲避啊，就被这个赫连勃勃抓住了。那么赫连勃勃的胡人他们对出家人呢他也没有信仰，所以呢就要杀这个坛史。想不到啊，这一砍啊，这个坛史也不过是皮肤现出一条红线而已啊，居然刀枪不入啊。就因为这样呢就感化了这个赫连勃勃，就对这个出家人啊不敢轻视。那么这个赫连勃勃的儿子赫连昌啊就接续了这个长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太武帝啊他为了一统北方，这时候呢就是这个卢水湖，就是沮渠蒙孙
汲取蒙孙的这个河西武威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卤水，所以那个地方的胡人叫做卤水湖。那么汲取蒙孙呢，也是属于这个卤水湖的一支啊，一个成员。那么北魏太武帝呢，来攻打这个赫连勃勃的儿子赫连昌的这个长安的时候啊，占领了这个长安，这个盖武啊，就趁机作乱，所以这个北魏太武帝啊，就攻打了这个盖武，灭了盖武，但是呢，就导致呢，这个崔浩，就趁着这个太武帝啊，平定了这个盖武啊，进入长安的时候，寺庙啊，就他的侍从官啊，受到这个长安的总卖寺的出家人呢招待进去喝酒。这个侍从官一看到里面寺庙总卖寺里面有酒，又有很多的这个酿酒的酒器，还有一些呢这个地方豪族这个窝藏的宝物啊，就回去跟这个太武帝报告。太武帝呢，又有这个崔浩在旁边呢怂恿说，这个总卖寺的出家人啊，可能跟这个盖武啊有连结，所以这个太武帝啊就带兵进去总卖寺搜刮，又发现地下室里面啊有窝藏女子，就导致呢这个太武帝啊在这个长安啊就有所这个悔佛，那时候还是局限在这个长安的一个悔佛而已，后来又受到这个崔浩、寇谦之他们的一个联合怂恿，就扩及到了这个整个北方，就导致呢太武法难了，那太武法难之后呢，这个复兴文成帝复兴佛教，在这个文献帝啊，他就去攻打这个山东，那山东当时叫青州，是属于刘裕、柳宋的这个政权掌握的。那么文献帝攻打这个山东，刘裕的这是属地啊，占领了之后，就把这个青州的这些占领的居民啊，就把他们移到这个平城大同的一个清启郡这个地方做管辖，所以刘裕的这些被占领的属民啊，被移到这个平城的清启郡，叫清启户。但是因为他们不受到平等的待遇啊，而且又是属于被占领的降民啊，当然呢，这个地方政府啊，是把他以次等国民在对待啊，就导致了这个三不五时啊，这个平起郡的这些居民啊，就起来呢，这个抗议啊，就是北魏政权也是很头痛啊，说这个谭耀都建议啊，这个孝文帝啊，说把这个清起户，只要他们缴交这个申起数，就是缴交60斗的这些这个稻谷啊，成为这个就可以成为申起户，列为我们这个升官所管辖，来到寺庙做这些杂役的事情。那这样对这些平起户而言呢、啊，被出家人所管，总是比政府官员所管来得好啊。所以这些平起户呢，大家就纷纷缴纳这个申起数，而列为成为申起民，就是这么来的。那因为谭耀有这些平起户缴交申起数的这些粮食，在平时可以贷款给这些平民百姓，那在饥荒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申起数呢的稻谷拿来救济，活络了这个北魏佛教寺庙的一个经济啊。那么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僧壤啊，僧壤他南下到涅山，涅山叫栖霞山，栖霞山呢，他最早就是这个明僧肇，明僧肇有在这个涅山隐居。那明僧肇就是这个北魏文献帝啊，攻打山东柳宋的时候啊，躲避战祸南下的一个大家族，南下的一个大家族。那呢，这个明僧肇呢，他就南下躲避到这个涅山，就是栖霞山这边隐居二十多年，隐居二十多年。那的明僧肇呢，他这个涅山呢，就跟这个南京的这个定陵善寺啊，很近，很近，都在中山这一带啊，很近。所以这个明僧肇啊，他就时常去找这个深远大师啊，谈论佛法，谈论佛法。那么这个曾经呢，这些齐武帝啊，就希望这个深远啊，能够带这个明僧肇呢，来介绍呢，见一面。但是呢，这个明僧肇他还是过着这个隐士的这个生活啊，跟深远一样啊，是抱持着这个沙门不进王者的这样的理念呐、啊。所以这个明僧肇啊，他也不见这个齐武帝，齐武帝。所以这个明僧肇他就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种高超的隐士的理念，隐居在涅山栖霞寺。当法度呢，法度就是僧壤的师父啊，法度就是僧壤的师父。当这个法度啊，到这个涅山呢，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啊，明僧肇就有去听，他就觉得这个法度的这个讲解呢，很契机，很契机，所以他就引这个法度呢，到他的这个地方呢，来修行。等于说，这个明僧肇啊，就提供了涅山的他的一个住处呢，供这个法度修行的、啊。供这个法度修行。那么明僧肇呢，圆寂了之后啊，圆寂了之后，法度呢就把这个地方啊，把它盖这个栖霞金舍，栖霞金舍后来的栖霞寺，栖霞寺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这个明僧肇啊，他是南朝的时候的一个著名的一个隐士啊。多次受这个皇帝的一个征召啊，他都不见面，所以人家就称誉他为真君过隐君，真君过隐君。那么明僧肇的这个子孙啊，传了五代，传了五代，到达了这个唐高宗的时候，他的这个五代的孙啊，孙子啊，明崇俨啊。明崇俨，明崇俨是唐高宗的一个很宠爱的一个大臣。这个明崇俨呢，就为了纪念他的这个五世祖啊，就是明僧肇啊的这个崇高的这个隐士节操啊，就跟这个唐高宗推举呢，求得一个碑文，要为这个他的这个五世祖啊。明僧肇立这个碑，那么高宗他也同意，高宗他也同意，就有这个所谓的明真君之碑，明真君之碑。那么明真君之碑呢，这个唐高宗还允许这个明崇俨这个碑，同时呢，也唐高宗赐了这个栖霞，赐了这个栖霞这两个字哈，这两个字。那么栖明僧碑它的一个特殊点呢，明僧碑的一个特殊点就是它这个碑文的材料石材啊，是取自于这个海底啊，海底的这个动物，像海星或者这个珊瑚的这个化石来雕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真君碑的这个背底啊，它有这些远远的，这些远远的其实就是这个海底的这些贝壳也好，海星也好，珊瑚也好的这个化石的这个化石。所以等于说呢，以这个中山啊，南京虐山也好，它这个地方以前啊，应该是就是这个海底浮上来的，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石材，就是海底的这个化石啊，不管是贝壳也好，珊瑚也好，或海星也好，是这个化石的这个石材取来刻的，除了这个材料的一个珍贵之外，这个真君碑它的这个书法也是这个唐朝行书的一个珍品，是现在保存少量少数这个唐朝遗留下来的行书碑体啊，等于说这个栖霞山呐、栖霞山它不独有这个文化艺术上的一个背景啊，它还有这个佛教啊，就是僧朗，在这个栖霞山，再把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般若性空三论学说》在这个栖霞山弘扬，所以这个真君碑文啊，它是由这个高宗亲赐这个栖霞两个字啊，同时呢，它的这个石碑的材料啊的一个珍贵啊，那么它的书法更是唐朝呢，的这个行书的一个珍品啊，是我们现在目前呢所遗留下来的这个早期啊，这个书法的一个珍品。那么这个碑文呢，现在就立在这个栖霞山寺啊，的山门外西侧的这个碑亭内，那么栖霞山除了真君碑之外，就是它也一样有开凿石窟洞，在这个明深照的儿子，在这个明深照过世了之后呢，他的这儿子啊，明仲章当了这个乔县临沂县令，所以他也继承了他的父亲呢，明深照的这个遗志，在这个栖霞西峰的石壁啊，雕刻的这个石刻佛像，过了延续46年呐、在这个南朝的时候啊，王公贵族呢也争相呢模仿敬之，凿石造像，而有这个千佛岩之称呐、那么这个千佛岩呢，它比云冈石窟晚31年，但是比龙门石窟早17年，被誉为江南的云冈，那么在永明七年之后，法度呢就把这个明深照所现出来的这个地方呢，改成为金色，叫栖霞金色，就是后来的栖霞山，那么栖霞寺呢，它除了有真君碑之外，它还有这个水草的这个舍利塔，还有这是千佛岩，这些凿石开窟造佛像的这些种种艺术遗迹啊，那这是这个舍利塔，的一个还没有修复之前的这些古照片哈。那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南京啊是国都啊，那南北朝啊，南朝尤其是这个梁朝啊，又有这个侯景之乱啊，所以等于说南京虽然贵为国都啊，它也呢
这个战祸连连啊，战祸连连，甚至到了后来这个太平天国啊，太平天国啊，也一度呢把这个栖霞山给毁了哈。但是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这个隋朝的这个舍利塔还能够被遗留下来哈，还能被遗留下来。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太平天国之乱之外，还有就是在这个八年抗战，这个中日的八年抗战呢，在1937年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代，就是这个七七卢沟桥事件，也是在1937年的这个七月发生的。那么在1937年的这个11月，就有这个南京大屠杀，就南京大屠杀。那么在这个1937年的时候啊，这个中日战争啊，就有这个日本占领南京啊，就有这个南京20000的居民啊，就逃到这个栖霞山市，栖霞市呢躲避日军的摧残，20000人就躲到栖霞市去躲避日军的摧残了，所以就这个现代啊，就有这个《栖霞市1937》这部电影的一个拍摄，就是记载1937年那时候，这个日本人占领南京，那么就有20000多人的南京居民躲到这个栖霞市躲避战乱了。这也是呢，这个第一部啊，第一部拍摄这个佛教呢，这个救济啊，救济百姓的一部电影啊，叫《栖霞市1937年》。这部电影，它就是在描述那时候的一个情况，所以等于说，这个隋朝遗留下来的这个舍利塔，现在还能遗留，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的不容易。那这些这个栖霞山的千佛岩啊，这些石洞的一个开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至今呢，还是一个谜吼，至今还是一个谜。不晓说他的这些种种的一个开凿的情况，种种的一个开凿情况，现在有诸多的疑点呢，还是没办法找出来哦，还是没办法找出来。甚至它里面有一个飞天的造型啊，可以源自于这个敦煌，甚至呢也跟日本法隆寺的这个飞天的造型有相认同。那么彼此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目前呢？还是个谜吼，还是个谜。从敦煌到达这个南京栖霞山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它是怎么影响到的？然后又跟怎么样的传道影响到这个日本法隆寺？这之间的一个关联性呢，还是个谜吼，还是个谜。可能就是因为南京呢，这个战乱的一个关系啊，诸多的一个文献啊，被毁，所以呢，就我们呢没有资料，没有资料可以把这些关联性把它做一个解答，哦，做一个解答。但也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出说，这是真君碑呀，还有这些千佛洞的这些石刻佛像，现在乃至于这栖霞市的这个隋代的这个舍利塔还能保留下来呀，就弥足珍贵啊，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那这些都是这个栖霞市的这个栖霞山的这个石刻佛像也好，舍利塔的这些雕刻佛像，都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精美，然后非常雕刻的非常一个精细，都可以看出说当时候工匠的工艺之高超啊，工艺之高超。那这显那么这个栖霞山，除了这些艺术文化的遗留之外，它最主要在佛教的这个三论中呢的一个弘扬啊，是它的一个主要贡献啊，所以都被称这个栖霞寺啊，就被称为这个三论学派的一个祖庭啊，三论学派的一个祖庭。那么因为有僧朗来到这个虐山栖霞山呢，弘扬这个
鸠摩罗什的三论学派啊，而这个僧朗的师父就是法度，那么法度就是来到这个栖霞山讲解无量寿经，被这个明僧肇契机啊扶持啊，所以就舍这个栖霞山的一个地方供这个法度呢来修行啊，来修行。那法度这个明僧肇圆寺寺之后，他的这个后代都捐献了这一个地方，就盖了这个栖霞金舍，就是后来的栖霞寺。栖霞寺，那么才有这个僧朗在这个栖霞寺呢弘扬这个三论学派啊，弘扬三论学派。那么在这集藏的这个大乘玄论里面呢、啊，他就有记载说，这个梁武帝啊，梁武帝知道这个僧朗来到这个栖霞山呢，就派这个僧正自己十个人，十位法师呢，去亲近这个僧朗受学，僧朗受学。那么也因为这个梁武帝这样子的派僧正，僧正自己十个人去跟着这个僧朗学这个三论，就使得这个三论在这个南朝、梁朝之后啊，就慢慢兴盛起来。尤其是在这个陈朝的时候啊，陈朝的时候更是三论的主流哈，更是三论的主流。在这个《瞻览的法学玄义四千》里面，他就有说到说，这个僧朗在这个齐建武帝的时候南下江南，同时呢，他也批评陈实论。陈实论让这个陈实论呢无话可说了，无话可对，因之呢朗公自弘三论，自弘三论。那以这个梁武帝呢派这个十人，尤其是指观世的这个僧权，就是后来揭示法朗宣扬这个三论的这僧权呢，也是在这个梁武帝所派遣的这十位法师之中啊，去亲近僧朗学三论。那么九人之中，当为儿戏，为指观世的这个僧权呢成就。有其他九个人呢，虽然学的是学，但是没有学成，独独这个指观世的这个僧权法师呢，他学有所成呢。所以这个指观世的这个僧权呢，他也继续僧朗之后呢弘扬这个三论。那么指观世他也是在这个舍山，也是在这个舍山里面，也算是舍山的另外一间寺庙。指观世的这个僧权继承了这个僧朗，这个栖霞寺的僧朗。所以这个故知南宗初弘陈实，后上法论，就是表示说，因为前面有说的这个陈实论的寿春派弘扬者呢，僧道因为这个刘裕啊要离开长安之前啊，把他的儿子刘义真嘱托给僧道。那么僧道呢，也可以说是在这个赫连勃勃要追打刘义真的时候呢，在半途率领数百名出家人呢来保护刘义真啊，因为这个功劳啊，使得这个刘裕啊感激在心呢，就引请这个僧道南下，在这个寿春这个地方呢，就建立寺庙，让这个僧道啊弘扬陈实论，弘扬陈实论。所以陈实论在这个齐跟齐朝的时候呢，就开始兴盛，尤其是到了梁朝的时候。有梁朝三大师的弘扬呢，可以说是梁朝的主流。但是呢，因为有这个僧论，有这个三论的这个新皇法朗论破陈实论是小圣，使得呢这个陈实论在齐朝之后呢就式微了。那么反而取而代之的是三论，在陈朝的时候成为主流，成为主流。那么僧朗他的一个师承呢，并没有明确的一个交代，因为法度呢，既然是讲无量寿经啊，而且高僧传
他也说这个法度啊，请心于安养，请心于安养，就是法度他也是修这个弥陀净土的，往生安养国的。那么僧朗的这个三论师承是怎么来的呢？在这个学术上面呢，并没有交代，并没有交代。但是呢，这个印顺法师他的一个研究啊，就是说僧朗他的三论师承呢，可能呢是源自于智林跟周庸的这个三宗论的一个影响跟启发了。影响跟启发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起草的时候啊，有个周庸做三宗论，三宗论，三宗呢就是不空假名中，空假名中，假名空中。这个三宗论呢是跟这个宗论是有关联的，是有关联的。但是周庸的这个三宗论的出来呢，是跟这个智林有关，也就是说他是受智林的一个鼓励啊。当个周庸他写了这个三宗论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版，他还没有出版，但是就已经有拿给其他人呢，这个可能是先给人家呢这个阅读指正。那么智林呢，一看到周庸的这个三宗论啊，他觉得很好，很得这个三论的一个宗旨，所以这智林法师呢就鼓励周庸呢把这个三宗论把它出版。所以在这个高僧传的智林传里面，他就有记载这一件事情。他记载说这个智林一看到这个周庸的三宗论啊，他就非常的高兴，觉得他可以契合这个龙树的这个般若星空之学，就鼓励周庸呢把它出版。那么周庸也是在智林的一个鼓励之下呢，就把这个三宗论把它出版出来，把它出版出来。那智林呢，智林是师承这个广州的这个大量法师。那么高僧传呢是做这个道量。那么大量呢，他有注解宗论十二门论，可以说是三论学派的一个兴起的先声啊。那么大量也说二谛为教的这样的观点跟三论学派的特色是属于三论学派的特色。所以这个大量、智林、周庸是对三论学派的一个兴起啊，具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僧朗可能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呢，就倾向于这个三论学派，也有可能，然后也有可能，这是印顺法师的一个研究，然后的一个研究。那么也因为有大量智林、周庸的一个红传，那么学者呢就脱离了这个隔异佛教的一个方式，能够直弃龙树的般若星空之学了。但是毕竟还是属于发起之初而已啊，发起之初而已。一直要到了起草的中叶，僧朗他在这个三宗论跟二谛为教的一个启发之下，才大力弘扬这个三论学说，三论学说。所以才会有前面说的这个梁武帝啊，派这个僧正啊十人啊来跟着这个僧朗学习。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弘扬呢，这个三论学说啊，才在这个南方呢可以说是生了根啊，生了根。但是呢，真正建立三论学派的这个哲学系统，是要等到这个僧朗的这个弟子啊僧全跟法朗之后啊，才次第发表。所以说学术是要累积的啦，学术是要累积的。因为有这个前面的这个大量、智林跟周庸的这个三宗论的一个发起，影响到僧朗。僧朗呢又教导出一批好的这个出家人才，僧全呢又栽培出这个法朗就是新黄朗。因为法朗的关系啊，论破成实论是小圣啊，使得呢
这个陈时论啊，就在南朝啊，这个梁朝之后、啊、就衰微了，衰微了，成为这个陈朝的一个主流，陈朝一个主流，一直到这个法朗的徒弟吉藏，吉藏呢可以说是吉三论学派的一个大臣啊，把三论的一个思想发挥到极致、啊、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就周庸的三宗论是三论学派的一个前导，因为有这个三宗论才有三论学派的一个建立、啊、这是应顺法师的一个研究成果、哦、研究成果。那么僧朗圆寂之后，这个僧权呢他就到这个舍山的止观寺专弘华严大品般若经三论。那么这个当时候啊是涅槃的一个兴盛时期啊，涅槃的一个兴盛时期，所以这个弟子也请这个僧朗啊，这个请这个僧权啊讲解这个涅槃经，讲解这个涅槃经。但是呢僧权呢，僧权大师他一直不愿意讲这个涅槃经啊，在这个高僧传里面就有记载说，全师身居山中多年啊，不讲余经，唯讲大品。那么在他晚年的时候呢，弟子就请讲涅槃，那么全师云，诸人解般若，哪复欲讲涅槃。就是他就是比较倾向于弘扬自己的一个经论，弘扬自己的经论，就是般若性空学啊，对于这个涅槃的佛性长存，这个涅槃有终的这种佛性学说呢，他就是不愿意讲解，不愿意讲，但读三论与般若自足矣。这个僧权法师就教导他的弟子啊，说但读三论呢、啊，与般若自足就够了，不需复讲于经，他就是不讲涅槃经，哦，一直到这个即使这个弟子苦苦请求啊，苦苦请求啊。也略略涅槃大义啊，略略涅槃大义啊，只讲解本有经武这个寄诵而已，他就是不讲涅槃经哦，就是主意这个弟子啊留心于般若，所以这个僧权啊就栽培了很多这个三论学派的一个出家人才，多一时英俊，多一时英俊。那么道宣的这个续高僧传的法然的传记里面，他也有记载说，这个涅山僧权授业僧朗，玄子所名，唯存中观，自非心会析理，何能弃此清言，而顿机幽灵，禅位相得。这一段话的记载是表示说，这个三论学派啊，不独只是学术的义理上的一个阐述啊，同时呢，其实他们对于禅修禅观啊也重视啊，就是僧权呢，他得了这个僧朗的三论学说之后、啊、他就隐经在这个舍山栖霞山，然后呢顿机幽灵，禅位相得，就是即使呢皇帝邀请他下山他也不出来，然后呢就是一心呢着重在这个讲学跟禅修，所以可见这个舍山僧朗跟僧权呢都是教官总持的，然后就是教官总持的，宁可说重于行持而不是专重讲说，因为有的就认为说这个中论学派啊就是着重在这个讲述啊，对于禅修呢是不重视的，但是我们从这个弘扬三论学派与南方的这个僧朗跟僧权，都可以说他们是教官并重的，教官并重。那么僧权底下有四大这个优秀人才，优秀人才就是新黄朗，新黄朗，新黄朗呢，他又被称为伏虎，就是因为他在辩论上面呢非常的有名，就是因为有新黄法朗，他论破这个陈时论，使得陈时论呐、啊、被这个新黄法朗的一个论破啊，就渐渐衰落，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个三论，取而代之的僧论。那法朗的这个弟子啊，就是吉藏，吉藏就集这个三论之大权、啊，然后
栖霞得义部，就栖霞市的这个会部，会部最得这个僧权的这个所传哦，就得义部，指这个会部啊，就是最得这个僧权的所传。那长干市的林雨变，就是这个长干市，就是东吴的建初市，后来重建了，改名为长干市。长干市的这个林雨变，就是自变呢，他最能够呢领悟啊，最能够领域，而且在这个语言的口才上面也不错。禅宗寺的文章会，文章会就是这个慧勇呢，他的这个文章写得最好，所以就称为这个僧权四友，就是僧权底下栽培的四位大将，然后四位大将。那也因为有这四位大将呢，使得这个栖霞山就分为山林跟都市两派了哈，山林跟都市两派，这个会部啊，得义部能够维持这个僧权，他的这个隐居山林、着重禅修这样的一个家风，那么新皇法朗呢，却能够光大这个涅山门庭呐、啊，三论门庭被称为传承止观权的一个法统，是法朗。等于说这个僧权底下栽培的四位人才呀、啊、就有的着重在这个山林的禅修，就是在隐这个栖霞山，着重在这个栖霞山里面隐禅修。那另外一派就是法朗，着重在这个宣扬三论学派呀、啊、宣扬三论学派，就分这两个。那么会不称得意呀、啊，最为高也，就是这个得义部嘛，得义部他最能够得到这个僧权隐居山林的注重禅修的这个家风，最重强风的家风，常乐坐禅，远消消恼，是不讲说复此为物。城北游访禅宗二祖慧可禅师啊，慧可禅师称赞这个会部啊，法师所述啊，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啊。那么退步也曾经去参访天台智者大师的师父慧师，跟这个慧师论道、啊、这个慧师以铁如意啊赞叹说呢，万里空矣啊，无此智者、啊、就正赞这个慧步啊在这个禅修的一个功夫啊。同时呢也与秒禅师跟这个慧师禅师齐名，会命禅师师长相契合。那么这个秒禅师呢引公禅师的建立设山栖霞寺，竭尽念众，将表所推啊，就是这个慧部啊他跟当时候这些禅修者啊都有唱和，都有往来交流。同时呢他也这个聘请呢这个公禅师呢协助他来建立这个栖霞山的这个栖霞寺呢，竭尽念众，将表所推，等于说呢，当时候啊，他们在栖霞山呐、啊，不独讲述这个三论呐、啊，同时也着重这个禅修啊，可见这个会部维持设山家风啊，跟这个禅宗还有天台呢，有互相往来契合，这是会部呢得意部能够继承延续。这个僧权的这个设山家风啊，就隐居山林，着重禅修。那另外一派呢，这个都市派的这个新皇法朗，他是僧权的最得力弟子啊，倾向于这个弘法教学的一个弘扬。那么新皇寺呢，它位于江苏的江陵，是柳宋明帝呢为这个陈实论道盟所建的，为陈实论道盟所建的。所以这个新皇啊，他早期是弘扬陈实论的，到了陈朝之后啊，到了陈朝可以说是陈实论衰微，那么三论学派啊兴盛，因为有梁武帝呢派这个十位法师去跟僧囊学习啊，所以到了这个陈朝
这个三论可以说是成为当时候的佛学主流，诚实论反而呢衰微了。所以到了陈朝啊，这个法朗就被勒令住持这个新皇寺，新皇寺。而在新皇寺呢，这个法朗弘法二十五年讲述华严大品师论，听众有数千人。那文献就有记载啊，那古代没有冷气啊，也没有电风啊，那一个殿堂挤了1000多个人在听啊，很热啊，很热啊。所以这个文献就有记载说，这个法朗啊，每一次上堂呢讲经说法下来啊，就要换一套袈裟啊，因为流汗啊，太热流汗了。所以每一次上去讲经讲完下来之后，下座之后啊，就要换这个袈裟啊，再去上台讲课啊。就可见这个新王法朗他的一个讲经说法，这个得到大众的一个护持啊，这个有1000多个人呢，这个参与这个讲座，所以这个太热了，就每一次讲完之后下座就要把这个袈裟就要把它换掉。那么吉藏也在于其中啊，这个上所弟子啊有25位啊，等于说法朗啊栽培出的这些人才啊就有25位啊，其中这个吉藏啊就占一位啊，其中就吉藏就占一位。那么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出说，这个我们的中国这个寺庙它是受到这个皇帝也好或是官员也好的一个聘请而有所改变，而有所改变。像这个新皇室啊，它原本就是诚实论的大重镇，因为有这个道盟在这边弘扬，它是这个当时候啊这个诚实论的一个大重镇。但是呢等到了陈朝之后啊，这个皇帝就派这个三论法朗去住持这个新皇室啊，就改变了这个新皇室原本是诚实论的重镇的，就一改成为三论学派啊。所以等于说中国的寺庙啊一直没办法说维持着说固定的宗派啊，也有他的一个外在这个干扰的因素啊，就是皇帝喜欢谁，或者是地方官员认同谁，请谁来住持这个寺庙，那么这个寺庙呢他就会因为住持的不同宗派啊而改变了，而改变了。他不会像说这个日本啊属于禅宗的，那么呢这个天皇也好或者地方的政府呢就请禅宗的来住持这个寺庙，就能够维持着这个寺庙的一个宗风的一个维持啊。但是我们中国就没有这种情形，我们中国往往会因为皇帝的喜爱不同啊而派一个不同宗派的住持进来住持这个寺庙。那不然宗派的住持进来之后啊就一改这个寺庙的一个宗风啊，所以就没办法像日本这样说一个宗派就固定这个宗派在维持弘扬，是不同的一个环境情况啊使然啊，不同环境情况使然啊。所以为什么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宗派啊有时候往往没办法延续啊，没办法延续啊，是因为我们有外在的一个干涉，外在的一个干涉使得我们的寺庙没办法一宗一派的这样延续下来啊，就往往因为住持的改变，这个住持所承传的这个宗派的不同就有所调整，有所改变了。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的一个情况啊，从这个新朗寺啊可以说是以小来扩大作为一个说明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讲述到这里后，
我们大家请合掌。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甚众。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398987，0398987870398987。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恭送普门品护身暨蒙山施食，恭请湛山法师领众。日期7月24日星期三，时间下午2点，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0212323，0728202278，0728202278。法会现场备有寿桃结缘，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礼拜梁皇宝忏，恭请慧信法师领众。日期8月5日星期一至8月11日星期日，第一天8月5日晚上7点到9点第一卷，第二天8月6日晚上7点到9点第二卷，第三天8月7日晚上7点到9点第三卷，第四天8月8日晚上7点到9点第四卷，第五天8月9日晚上7点到9点第五卷，第六天8月10日早上9点第六七八九卷，第七天8月11日早上9点开始第十卷加蒙山。蒙山贡品会与低收入户结缘，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联络电话0627166166，0627166166或0627166612，0627166612。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
从前有一位名叫伊丽莎的富翁，他拥有万贯家财，却生性吝啬，从不布施任何东西给别人，对自己也十分刻薄，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烂衣服。伊丽莎有一位邻居，钱财远逊于伊丽莎，可是每天都吃大鱼大肉，还经常宴请朋友。伊丽莎见了，心怀疑惑，我比他富裕多了，他天天过着王侯般的生活，而我却过得像乞丐一般，我是不是太可怜了？伊丽莎狠下心，杀了一只鸡，取出一升白米，躲到山上没人的地方，把鸡烤熟，把饭煮好，准备好好大吃一顿。地势天王早就知道伊丽莎是个吝啬鬼，他见伊丽莎一反常态，准备吃大餐，便有心和他开个玩笑，给他点训诫。他变成一只狗，来到伊丽莎身边转来转去，讨东西吃。伊丽莎对狗说，你如果能四脚朝天停留在半空中，我就给你吃一点。话音刚落，那条狗已经腾空而起，四脚朝天。伊丽莎大吃一惊，只得扯下一点鸡皮，可是又实在舍不得。这样吧，这点鸡皮我先帮你留着，如果你能让两颗眼珠掉下来，我再给你吃些鸡肉。刚讲完，那条狗的两颗眼珠便啪啪掉在地上。伊丽莎高兴极了，这下好了，你眼睛瞎了，我就可以好好享受美味了。她立刻端起食物，换了个地方大口吃了起来。等伊丽莎走远，地势天王变成他的模样，来到伊丽莎家，一进门就吩咐守门侍卫，等会儿无论什么人来，都给我一棒子把他轰出去。接着他下令将所有财产布施给穷人。伊丽莎一顿狼吞虎咽之后，回到了家门口，刚跨进门槛便吃了一记闷棍。伊丽莎火冒三丈，嚷道，烦啊，连我也敢打。四位完全没有理会，一阵乱棒之下，伊丽莎瘫在地上。再注目一看，家里已经空空荡荡。这时地势天王变成一位修行僧，走到伊丽莎面前问道，施主为何发愁？我被人戏弄，家财散尽了。施主恕我直言，钱财乃身外之物，多了只会带来烦恼和祸害，像你这样拼命攒钱，却舍不得吃穿，舍不得布施，一朝死去反而成了恶鬼，即使投胎做人也只能当下贱的仆人，你想想看，这样有什么意思呢？伊丽莎听了修行僧这一番话，如大梦初醒，从此改变为乐于济世助人的大善人。学佛多一点，引导孩子乐于布施及助人的观念，让孩子不要执着于拥有，因为拥有不见得是真正快乐的泉源，反而会因为拥有了某些财富或珍宝，却造成了患得患失的心理障碍，那么还不如快乐地分享给大众，也就是施比受更有福的意义。佛教中有二十诸天的名称，他们是指释迦牟尼的二十位护法神，第十天是其中的一位。在道教中，第十天被称为玉皇大帝，而在民间则被亲切地称为老天爷。在中国民俗里，正月初九是所谓的天地诞辰日，被很多百姓当作节日来庆贺，主要因为第十天常下凡间替亿万众生受苦，也常为了利益大众而请求佛陀开示，所以在很多经典里都有他的故事。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